欢迎收看109年4月27号的港都新闻，我是黄兰君。新闻首先带您掌握今天的新闻焦点。在兼顾疫情防范及治安维护之下，25号晚间市府开始启动为期3个月的防疫平安演习。市长韩国瑜亲自到场为工作人员加油打气。因应汛期即将到来，市长韩国瑜前往后劲溪视察整治工程，强调将以标本兼治的方式，将下游河段拓宽疏浚，解决仁武区一带的淹水问题。暖心相守暨未来活动民政局长曹怀荣回到冈山力挺故乡商家，冈山区长黄忠忠也当场接力，并将预购商品赠送给冈山地区的防疫团队。因应新冠肺炎疫情，高雄市政府警察局比照春安演习的标准，在兼顾疫情防范还有治安维护之下，启动了为期3个月的防疫平安演习。市长韩国瑜亲自前往小港还有前镇分局及辖区守望相助队慰问执勤的同仁，除了加油打气之外，也表达由衷的谢意。25号晚间8点，高雄市长韩国瑜准时抵达小港分局，宣布为期3个月的防疫平安演习正式展开。今天开始，我们启动防疫期间的平安演习。我们的内心大家都怎样？到底是标准在哪里？我们要定一个什么样一个内容出来？我们就自动提升我们高雄的治安。我们要恢复到什么时候？像以前在春节之前。所谓的春安演习那样子一个规模，可是春安演习是中央过去指定的名称，我们为了怕它混淆，所以我们就改变一下这个名称，叫防疫期间平安演习。我们为期先3个月的时间，让我们治安工作能够做好。韩国瑜表示，因应新冠肺炎疫情，市府警察局比照春安演习的标准，启动防疫平安演习，一来提高民众治安意识，二来积极防范宵小，第三则是警民一家，结合民间力量共同维护社区里邻的安全。人民要什么，大家都知道，安居乐业。老百姓要的不多，如果我们身为政府的一份子，我们没有办法带给人民安居乐业，我们就失职了。我们就做得不够好，所以在未来3个月的时间，防疫期间，显然这个新冠肺炎大概不会结束的时候，我们把治安工作抓好。韩国瑜说明高雄面临的3大威胁，除了新冠肺炎，还有登革热以及即将到来的汛期，期待借由市府与全体市民的超前部署，让影响降到最低。因为疫情的关系，造成经济的疲弱。经济的疲弱，我们担心治安的负担会加重，这是一个逻辑性的一个连贯，所以我们要预先的超前部署治安工作，就是如此啊。那个魏文平就是小一西瓜，还有巴乐就是我们高雄在地。韩国瑜市长晚间分别前往小港分局、小港派出所、靖南里守望相助队以及前镇分局、竹中里守望相助队以及新东里守望相助队，一一慰问执勤同仁及协勤警力，同时勉励第一线警察同仁、义警、民防及守望相助队等协勤民力。身为高雄的一份子，自己的城市要自己来保护。记者高雄综合报道。五一连假即将到来，为了避免届时民众出门有群聚感染的疑虑，高雄市卫生局呼吁大家一定要提高警觉。尤其目前全高雄市居家隔离还有自主健康管理的人数已经超过4000人，因此在连假期间更要保持安全的社交距离，希望全民配合击败疫情。为了让市民了解新冠疫情状况，市府26号召开记者会，除了说明目前全市居家隔离及自主健康管理的人数之外，韩市长也呼吁市民提高警觉，不能够掉以轻心。尤其面对即将而来的五一连假，也责成观光局着手规划因应措施。五一劳动节也请观光局提早开始规划，我们希望所有景区不要有过度人潮拥挤的情况。这一点是我们观光局现在已经开始要着手了。刚才民政局报告的也是大家非常关切，在将来的投票所以及相关的时候，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还有防护等等，要特别要警惕注意。另外，高雄市也启动了平安演习，韩市长感谢警察同仁、义警、民防及守望相助等热心民众牺牲自己的假期投入维护邻里的安全。平安演习这一部分
也感谢警察局所有的同仁以及热心的市民朋友、民防义警，还有守望相助，他们愿意把人力投入，牺牲自己宝贵的假期，然后投入邻里之间的安全，非常非常的感谢。我们期待高雄市民朋友能够安居乐业。韩国瑜表示，东部舰队爆发确诊案例，5月2号之前都是关键时刻。市府提醒，在这段期间，仍然需要持续关注自己的身体状况。若有出现疑似症状，请立即跟高雄市卫生局或是中央流行疫情中心通报，共同团结来击败疫情。记者吴秉源、王思武，高雄报道。因应今年汛期即将到来，市长韩国瑜前往后进溪视察整治工程的办理情形，而水利局在简报中指出，针对现有6处的排水瓶颈，将要以治标兼治本的方式，在下游河段拓宽还有疏浚，加快排水的速度，未来将可一并改善仁武地区的淹水问题。高雄市长韩国瑜等一行人来到后进溪，市府水利局立刻简报后进溪6处瓶颈段办理情形。我刚刚所说的中华社区还没有清疏的部分呢，我们也一起把它清掉了。在曹公郡无名桥拆除以及八控桥排水护岸完工后，市府水利局正进行第3处，也就是目前所在的中华社区北侧50公尺瓶颈段的护岸整治工程，预计6月底前可以完工。也谢谢各位议员在一个我们的预算上面的一个支持，这是我们用市府的预算大概1000万元，那这个工程呢是在2月19号就开工了，那预计到6月30号就完工了，就是我们现况。韩市长表示，治水就像治病把脉一样，感谢水利局同仁以标本兼治的方式防堵水患，减少居民生命财产损失。整个把水的问题呢，长期来看我们要治本，那短期如果今年刹那之间工程还没有完成，他的提防做了准备，这叫标本兼治。韩市长指出，现在高雄面临3种威胁：新冠病毒和登革热以及水患威胁。希望水利局加速易淹水点的整治，让高雄不再淹水。整个后进溪的整治、也是一样，我们希望强降雨来临的时候，能够让市民朋友不要被水患的威胁，让我们市民朋友暴露在危险之下。韩市长期勉水利局加快脚步，在最短时间内以治标同时也治本的方式，让民众对治水改善成效有明显感受。记者张胜明、赖昌邦，高雄报道。高雄市政府发起的暖心相守暨未来运动，希望用预购的方式支持店家能够度过这波新冠疫情的危机。在民政局长曹环荣的号召之下呢，各区公所也纷纷以行动力挺，其中冈山区长黄中中就预购了在地知名的面包还有咖啡，要送给冈山地区的防疫团队，为他们加油打气。暖心守护，相信还要点吗？高喊口号，场面顿时格外热闹。高雄市政府发起暖心相守暨未来活动获得热烈回响，这回由民政局长曹环荣接棒，他回到故乡冈山区，一口气预购10000元的咖啡券，全数转赠区公所及清洁队的同仁。今天回到自己住家的冈山来接棒，响应我们高雄市政府关心这一次新冠肺炎受到冲击的店家，那我们希望响应经发局这个暖心相守暨未来的活动，来鼓励我们公所这一次非常辛苦在防疫的同仁，还有我们清洁队所有的伙伴，协助我们登革热还有防疫。那希望大家可以一起来响应，透过这样的活动来做预购，还有寄杯，让我们整个店家可以在这次的肺炎呢，能够影响最少，然后让整个冲击也像可以让所有的市民感受到市府的温暖。看到曹局长如此大手笔，冈山区长黄中中也不遑多让，当场加码在知名的烘焙坊预购面包蛋挞，为防疫同仁加油打气。我们区公所我们也响应这活动，所以我们在对面原味物的地方也投入的相当的经费，就希望冈山的不管是店家或干嘛，能够度过这一波的经过我们的活动，能够度过这一波的疫情，也希望说冈山的店家度过之后能够越来越好。民政局长、冈山区长响应暖心相守支持在地店家，曹环荣还指示所属区公所及户政事务所的首长共同响应，让这波暖心传播全高雄。今天的活动只是一个开始，那我们会点名所有的区长，还有所有的户所主任，还有我们2个处的处长一起共同来响应，因为民政单位是遍及所有高雄市，也让市长的温暖能够遍及到所有高雄，那是我们今天最大的意义。
香浓的咖啡饮品，再加上现烤出炉的面包糕点，商家虽然受到疫情影响，生意下滑，但在这一棒接一棒的暖心相守，商家也有信心可以度过这一波的疫情难关。也希望甘山是不是会将来会越来越好？好，好，好，好。记者吴秉源、王思武，高雄报道。在防疫期间，民众减少外出用餐的时间，也造成许多餐厅业绩都下滑了。不过，也有餐厅主动提高防疫措施，并且搭配专案促销，用极度优惠的专案方式吸引消费者上门，果然是收到消费者的青睐。在进入餐厅前，服务人员都会为客人量额温、喷酒精、干洗手，在手上盖上识别章。疫情期间，服务人员化身防疫小天使，在餐厅内外都进行消毒，让客人放心。佩戴口罩已经成为我们的服装仪容之一了。那手部消毒也是我们每30分钟呢，我们都有所有的内外场员工都会佩戴这个请安心的牌子。那我们每30分钟，内外场的同仁都会互相提醒，去用酒精做到手部消毒。因为疫情的关系，民众减少到餐厅用餐，但如果一定要一起聚餐的话，也会挑选环境宽敞的餐厅用餐。这家餐厅不但空间宽敞，园区的环境还是名家设计师所打造，客人来用餐、喝咖啡、听音乐都可以保持社交距离。对于我们空间距离都拉得蛮大的，每一个桌的空间都是间隔都是蛮足够的。那我们中间呢，我们的桌与桌之间呢，也都是会有门帘去做到阻挡的，所以基本上社交距离一定都是足够的。为了慰劳辛苦的防疫医护人员，这家餐厅还推出打气专案活动。凡是医护人员来餐厅用餐消费，出示相关证件，就可以享受打气全餐一套。也是希望能帮我们第一线的医护人员做个打气。只要是医护人员出示证件的话，都会有我们专属医护人员的打气招待。我们赠送的是前方这边更好吃雪花牛，还有小菜跟饮料一份。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各行各业，民以食为天的餐饮业也受伤不少。只有强调用餐环境能够降低病毒的传播感染风险，客人才能够放心前往消费。记者张世明、赖昌邦，高雄报道。有鉴于台北前馈 KTV 大火酿成了重大死伤的意外，高雄市消防局为了保障市民的安全，也立即做出宣布，将针对高雄市441家密闭式娱乐公共场所进行消防安检工作，如有发现缺失，将要求业者限期改善。台北前馈大火酿成重大死伤意外，高雄市消防局副局长蔡志摩带队突袭检查古山区小温馨，包括消防受信、广播、真烟、消防栓等设备，不过却发现缓降机的轴距有生锈现象，限期业者一个月内做出改善。它这个本体有锈蚀，我们也开改善通知单，限期改善，没有改善就处罚款，是6000到15000。消防局强调，本来每半年就会针对 KTV 等视听娱乐场所进行消防安检，但由于钱柜事件，即日起6个消防大队将全面展开消防安全检查。在市长韩国瑜指示下，将在一个月内针对辖区441家封闭式的娱乐公共场所完成消防安全检查工作。我们现在前面普查，前面普查，我们预防科规划一个月内全部类似的场所要检查完毕。消防局提醒民众，现在 KTV 包厢大多以防火材质施作，所以火灾产生的浓烟非常毒，烟雾遮蔽视线，反而会让人迷失方向，甚至往更危险的方向走。建议民众欢唱前不妨先了解逃生动线，才好自救救人。记者李佳朗、罗少君高雄报道。已经展延时间到5月11号截止的摊贩临时集中场管理自治条例，目前还有40多处的摊商还没有提出登记。经发局除了媒合学术机关协助摊商撰写计划书，也规划了相关场域提供给摊商进驻使用，呼吁还没有提出申请的摊商把握时间。为了有效管理临时摊贩问题，降低社区民怨，维护交通安全秩序，高雄市从101年制定临时摊集场管理自治条例，推动到目前为止，还有55处摊集场尚未完成合法化登记。由于展延时效直到5月11日，经发局呼吁摊商把握机会提出申请。因为受限于自治条例的相关规定，这些摊贩集中场它的一个合法化是有一定的时程的规定，那目前的规定就是必须在今年的5月11号以前向我们经发局提出设置的申请。
那截至目前为止哈，这55处里面总共已经有13处哈提出申请。针对还未提出申请的摊几场，经发局从今年3月份陆续举办说明会进行辅导，并且媒合学术单位协助摊商撰写计划。如果需要转型经营，经发局也提供公共设施保留地让摊商规划市集，同时鼓励业者在商业区规划商场使用，希望全力协助摊商合法经营。那我想这些摊商如果在这样目前的一个经营形态，如果真的没办法继续维持下去的话，大概可以想到一些替代的一些地点。第一个比如说我们一些既有的公民营市场，一些市场里面都有一些摊铺位，那这个部分如果有这样这些摊商有这样的需要，我们都很乐意将它媒合。原定在去年11月就要截止登记的临时摊几场管理自治条例，在市议会同意展延后调整到今年5月11号截止，是否能完成临时摊贩管理的最后一里路，在防疫艰困期也再度受到考验。记者张世明、黄兰君高雄报道。高雄市电影馆搜集高雄庶民影像不遗余力，目前正在充满历史氛围的莲池潭郭家百年古厝中举办老相片展。透过一张张老照片的展示，引领民众重返时光隧道，看见过去社会劳动阶级的生活。而电影馆呢，也希望公开征集更多的老照片还有老物件，希望能够串联起世代的美好回忆。不管是俗称喀山的海岸捕鱼镇，还是电油厂第一代小七电源的伽马点回忆，这一张张泛黄的历史照片还原了早期社会的淳朴，而透过民众的现身说法，更道出了家族间的紧密连结性。民众的部分，他们的参与其实我觉得是带有非常丰富的情感面的，也就是说其实他们在述说这个照片的时候，其实他们会把连同自己家里过去的历史以及这个照片的故事一起说出来，那其实我觉得这个部分是非常动人的。牵着一台比自己重的旧式顺风牌脚踏车，也热爱骑脚踏车的孙女，诉说起阿公的老铁马故事，一度动容。不仅让过去社会辛苦这感染的时代记忆显现，更串联起阿公时代的祖孙美好回忆。当初阿公他是背着他的身材器具，就水电的东西，到旗山跟玉井去工作，贷款买了这台车是为了我们家的生活。之前我回到家跟阿公吃完饭，阿公就会带，就是骑着这台脚踏车，然后骑上那个大顺路桥，就载我回家。所以就是说，阿公留下来的已经不是他当初的一个生产器具，而是我现在看到他就会想到当初我跟阿公祖孙情的一个感受。呼应文化部国家文化记忆库计划，高雄市电影馆收集高雄的庶民影像不遗余力，也借由这次奇力时光老照片展，公开征集更多老照片及老物件。我们是希望说，透过每一个人的故事，一人一故事，那让这些故事永传下去。因为在地里面，其实有很多人生活中的小故事已经失传或甚至找不到。那透过这样呢，其实告诉孩子们或者告诉下一代们说，其实老祖先的智慧呢，是真的很有智慧。想起家里还有跟阿公阿嬷放在记忆中存放在某个角落的老照片吗？赶紧去翻箱倒柜一下吧。若是还可以的话，牵着阿公阿嬷的手，一起来述说属于自己家族的美好回忆。记者张世明高雄报道。高雄市目前约有300多位专业的视障按摩师，劳工局为了加强宣传视障按摩师的纸上功夫，特别邀请到艺人洪都拉斯来担任形象代言人。本周一晚间9点播出的新节目《加个好友吧》，就邀请到劳工局长还有视障按摩师来分享视障按摩师的创业过程以及今年的推广计划，也邀请您一起加入。按摩业过去是视障者专属行业，待在开放明眼人也可以从事按摩业后，视障者的生存受到极大的挑战。李芳馨按摩师从小失明，在求学阶段就喜欢上按摩，之后也让他走上创业之路。刚好大学毕业我就来高雄创业，那刚开始创业是就2、3个朋友一起做了，那到现在呢大概有5、6个按摩师啊，大家在同一个据点排班啊，那就有稳定的回流客。
虽然按摩店的选择变多了，但视障按摩师要开业还得取得国家按摩技术的检定，这是一般明眼按摩没有的资格限定。市府劳工局除了提供训练课程之外，也提供开设按摩站的辅导补助。那在这个补助的期间呢，我们也会有专属的这个辅导员来协助他们啊，来了解看看说到底在视觉上或在空间上应该怎么样子来规划，比较符合现在的潮流，让来这里接受按摩的顾客，他可以感觉到说啊，这个环境上也不比明眼人的这个按摩场站啊效果差。为了让民众更了解视障按摩师，市府劳工局今年邀请艺人洪都拉斯担任代言人，他以逗趣的表演方式呈现视障按摩师的培训过程，成就高人一等的指尖魔力。那另外我们在五月跟六月份啊，也会在小劳南海向前行这个脸书粉丝专页里面啊，来举办两波的网络抽奖活动。那希望我们的这个观众朋友们哈，在第一波的5月1号到5月31号啊，只要完成指定的三个任指定任务的三个步骤，就是按赞，然后分享影片，然后留言，他就有机会来抽中全年的礼券啊，200元。视障朋友因为眼睛不方便，但触觉敏锐和认真学习的态度，在按摩界获得好评。选择视障按摩，除了消除疲劳之外，也能够发挥爱心，帮助视障者自力更生。更详细的节目内容，请锁定4月27号每周一晚间9点播出的《加个好友吧》。叮咚，记者张世明、赖昌邦，高雄报道。接下来提供给您更多在地的港都生活讯息。继续带您关心明天全台各地的天气预测。高雄、台南、屏东地区多云时晴，午后有下短暂阵雨的机会，气温是21到30度。南投、台中、彰化、云林、嘉义地区多云时晴，气温19到30度。台北、基隆、桃竹苗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气温18到25度。宜兰、花莲、台东、澎湖、金门、马祖地区多云时晴，有下雨的机会，气温是16到27度。以上资讯提供给您做参考了。以上就是今天的港都新闻，感谢您的收看，祝福观众朋友平安顺心，我是黄兰君，我们下次再会。
最关心高雄的新闻，港都新闻。别人搁咧困，阮就开始咧做事，将每一工上醒的机会好好处理，袂予人客。你若愈早来，这鱼就愈青。趁日头还袂出来进前，将讨厌人的机会处理了，这就是阮的价值。青年港都有线电视与您一起携手创新局。高雄一直在变，城市的发展孕育文创不断萌芽，地方传统被赋予新文化，就连街道市井也换上新装。唯一不变的是这里风光依旧，人们生活永远充满热情。青年港都有线电视与您一起携手创新局。对手大力一挥，40多年的路桥顿时化成瓦砾，告别过去的场景，取而代之的是畅通的道路。桥拆了，路通了，高雄的情感全串联在一起了。青年港都有线电视与您携手向前行。妈妈说我是一个很特别的宝宝，虽然我的病永远都不会好，但是我用我的话告诉世界，我不会放弃，我是涂世轩。永远的老朋友，青年港都有线电视。我是市旁的人，跟蜜蜂一样，无眠无日来无闲。在我来讲，这蜜蜂是我的爱情，有因我的人生感觉过了就有意义。看见在地人的心，青年港都有线电视与您。